下职，现在也马上就快高考了，所以我打算记录一下这段最后冲刺的时光。现在距离高考还有100天，然后我们现在去采访一下。你问我想报哪，那你先告诉我你想报哪，来，我陪你。给我，给我，给不给我？张大吧，计算机系。这个问题，是命。核桃，大蒜和核桃一起榨汁。听说它是一个偏方，说这个吃完就可以考上好的大学。妈妈会给我做很多很好吃的鸡汤啊、蒸啊什么的，补一补。五四食谱。火锅烧烤炒菜啤酒炸鸡。现在是凌晨的3-4点钟，我现在已经起床看书了。看不懂啊。还算规律，但有些时候晚上也会睡着。我作息一直都挺规律的，每天大概9点钟下晚自习。明天就要高考了，我想告诉我自己，高考加油！希望我可以常常发挥，可以考上让我自己满意、不让我爸失望的学校。其实还是有点小紧张，但是我觉得就是顺顺利利的慢慢跟平时的每天都是一样吧。加油！看看我们大学见。高考倒计时100天，倒计时80天，倒计时60天，14天，倒计时20天，高考啦，加油！高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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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